我有一次就是跟志熙，我们在美国一个不爽，我转头说我不吃，回家了，就他就说你要吃你回去，钱要给我的，你要请志熙，唰，他是假的，满地的，所有人都过了，就有一个朋友被抓进去了，为什么？原来，反正他就他变偷渡，他因为你怎么进来的？周一周二晚上10点半，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阿姐万岁。